起来。脏了，没事吧？小偷，还给我。怎么说话呢？明明是你先撞到我的。不是小偷，那你也是瞎子，走路不长眼睛。哎，我可是你姐啊，不许这么对我，没礼貌。你才不是我姐姐呢，娘亲最讨厌你了。那是因为你娘不是我娘，但是你爹是我爹，所以我们还是姐弟。但是父亲也说了，不喜欢你，只喜欢我一个。我们先走吧。她算什么公主呀？我才是上宫的公主。父亲等我长大了，他就再把位置还给我了。